可曾见到我们姑娘？不曾去。啊，此去满句。嗯，我曾有话问你。什么话？金雷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？咳嗽倒是好一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。你这个不相信圣道的人，怎么也念起不来了？真是奇闻。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。哎，子君，妹妹吃燕窝了没有啊？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这燕窝是谁请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流露一股风声。啊，原来是你是了。我正以为老太太怎么突然之间没事叫人送一辆燕窝来呢？原来是这样。对。燕窝吃惯了，吃上了两三年，妹妹的脾胃就会好呢。嗯，这倒又让你费心了。哎，子君，看天气那么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身上穿的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哎，宝二爷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这棵树啊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！一年大，两年小，叫人看了不尊重，那些文章人背后都会说你的。你总不留人，枉我小时候一般模样，这是我死的你。况且姑娘也吩咐我们不和你说笑，你看他进来怨着你，万恐怨不起你。哎呀，宝二爷。你生我气了？不，我不曾生气。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金雷妹妹常常不理我。唉，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。我想到这里才伤心起来。呀，看宝娘虽是一心肠，是真是假我难分，她与姑娘好一生与歹一生，不知道她究竟问的什么心，我只劝今日都要死一死，放一把火连他一连，看他是枉度乱世情。子君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啊，我在想，每日一两夜我在这里吃惯了，明日回到家里去，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啊？谁要委屈啊？你林妹妹啊，要为苏州死鸡家里去呀。哎呀呀，你呀你呀，你是什么慌嘞？你红嘴白牙无乱语，妹妹是苏州原籍你说中心无靠旁，你苦子虽累，千里要归大海，燕子终于他去瓦凉，等姑娘将来出故事，定说要送完他到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再家父死一死，听林家名称来接姑娘，
和他讲了些什么？我并没与他说些什么，只与他说了一句玩笑。宝儿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，宝儿爷。你叫林家的人在卡当说一位啊，不得了，林家的人来叫林妹妹了，来叫林妹妹了，叫我荡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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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荡出去。宝女啊，这不是林家的人，是了林妹妹，平时谁不许他心灵。哎呀，又不许你到林子，不许心灵的进来，都听见了吗？宝玉进来病得奇怪，那黛玉又忽说病忽说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怕什么，如今你可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因我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接宝玉成了亲，以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，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呢。哦，这是那林姑娘啊，谁是玉妈？既说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那我的旨意，
也就定了。咦咦咦咦，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要是走漏了一股子，当心挡到你们的粮票。呸！老太太，太太，好端端的有什么事了？快起来讲吧。这话奴婢本是不敢讲的，如今没法子，只好讲了。二爷十七八姑娘，真真是天朝的十二人生，真乃是金玉佩空生凤凰。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个灵隐隐姑娘，是什么为你弄成一身病，醉里梦里不相忘，至今啥子虚情的事，恐天塌的无事一回肠，宝玉是真的像先生方才说的那样，把伊生出什么祸来，这倒叫人难了。是啊，难道是不难？我倒一股旨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。哦，你只管讲嘞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好牙关对宝玉这是去的子里妹妹，把真情暂且换一番，这是能换的姑妈，换的姑妈走走，等到那金銮尘夜上生米之争说迷茫，叫他小金真的翻不了脸，鸳鸯枕上西宫难
中西都神在此地哭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理，他们说话我也不知，我就是说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敢打我呀。你姐姐是哪一个？就是正子姐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沙大姐。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宝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话？那就是宝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
模样叫我自觉真不愁，断崖见你抬开手，随你一人十眼后，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，枕头边只觉你泪湿透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、真情的东楼到城下楼到前，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打开你眉上疏忽中you
娘，姑娘，啊，姑娘，快去。
风雨无情，苍。
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白娘在世没有亲生，我的孙子是过世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林妹妹，
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宝兄弟，宝女啊，来啊、哦，你要温从些哟、哦啊。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，是地界苍生。满意的要记住哦，这都是为你好哦。我知道，宝妞。林妹妹，虽然这红盖头。像沙漠子里心的
快点摇摇我的指头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太太在这里坐着，老爷在外面坐着呢。对，杰森，你告诉我，房间中的那位美人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呢？你怎么混识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。啊、哦，是啊，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是宝姑娘啊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你的医疗。
好，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。阿姨，保佑，保佑林妹妹去。保兄弟，保兄弟，保佑你。我找林妹妹去。保佑林妹妹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个
两小无猜空，昂昂真恩面。
天夜了，这里不便逗留，你快回去吧。子秋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。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求死鬼。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生已死了，还生什么你？子秋，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病重不成病，上前治愈我治心病。他这边是冷我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晨暖一天西。只听他喊声呼保佑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牢记。宝儿爷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啊。
Thank you.
盼盼